no.甘蔗地里面的百花香啊。你下的时候你要记住按住人中。Yo, teacher, let's go。 感谢我们大爷啊，谢谢你的浪漫花海啊。一把老大爷啊。汹涌的波涛，想与你一起在风中自由的奔跑。一碗捞，一碗捞是稳吗？一把捞啊，一起在风中自由的奔跑，一把捞，带着微笑的面对，把烦恼通通的甩掉啊，挺好啊，交给你。讲的啊，不是我讲的啊。哎呀，这大娘跟着你一把喽。这年头坑太多了，走路要小心了。嘿，吹吹。给力啊！大爷一把捞的出来了，给力了！看来要变成热搜词了都。哎呀，欢迎我们的龙哥，长相一把捞就是红高粱里徐占金的徐占背的行动吗？我没看过，那个字我会念哦。哪一个字啊？战袄啊，我以为是牛逼的那个别，原来是战袄啊，战袄的行动啊，哎呀，这个我这太难了哦，不行，太多坑了，跟不上时代，是啊。做好要上课，这些也太坏了。哎呀，现在我又学到了。你学啥了？学到啥？不是，讲座了啊！不要再打了，再打的更坏。字典呢？啊，下播可以看一下，是吧？啊，那是个电视剧还是电影呢？是吗？难搞哦，那个是一电视剧吗还是什么呢？欢迎龙哥啊，老哥。哦，是一把了啊。这是要上课吗？哦，等会我拿笔记本记一下，大爷要上课了。真的吗？大爷要给我们上课吗？哦，是电影是吗？电影那可以。哦，那行，我等一下我看一下啊，我下播，等到下播时间我再看一下。我总感觉真可怕。我总感觉这个电视对电影有点啥，还是不看了。嗯。咋的？电影也有，电视剧也有啊。耶、哦， yeah, 你们都看过的呀。肯定。电影《红高粱》。他们能说吗？他们肯定懂得很。今晚上多笑点，我笑不起来。要按住人中，记住了，按住人中。嗯、好啊，这个话题过啊，那我们就过这个话题。嗯。电视剧的是吧 ？OK OK 啊。这首歌叫《百花香》。啊。好，换首歌。嗯，世界这么大，还是遇见你。我看一下，我要唱什么歌曲？我在这里找一下啊。
不喜欢看电影，也不喜欢看电视剧。你就是真的